我们再去查文献，不管欧洲生殖医学或美国生殖医学会，发现好像不差哦。如果数据一多起来，因为国外慢慢有就有人做一些统计，那如果说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发问哦。新冠肺炎疫苗感染后的8到92天去做试管婴儿，不论是起卵数啦、怀孕率，或者是顶级胚胎数目都没有差哈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一直调不好？那我等一下随时会被叫去做，我等一下随时会被叫去做超音波，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，赶快问我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要找，拍写，等我一下。好的，如果有问题可以问过来哈，这里我可以看到。早安，我近视大概300度到400度了哈，这是我对面时代眼科，对，刚刚有去进厂维修了一下，所以麦当劳重现江湖。请注意我的头皮以下的东西，不要注意我头皮以上。